那个时候是中等水平啊，而且这个女的关键是跳上来的，嘿嘿嘿，这个也很怕是吧？嗯，空格的，跟手没关系是吧？跟手是没关系，是整个人跳上来是吧？前一段特别好，我刚刚感觉中等的，我是中等女生，我把中等身体给你，身体给你，嗯，然后这样，这样子明显有了，这样子对吧？就知道后面去了。嗯。然后结果不知道你是肯定很没有人给你看。嗯。然后我这都可以跳进来看吧。就中左后侧，就这么一点东西，那么你就胸部贴腰背啊，这个很简单吧？手部关键是吧？那叫椅子了。就这么一点点的东西。本来是推倒，本来是有的，对啊，然后呢？然后就前做简单的时候就这么一点东西，还行吧，对吧？嗯，对啊，吸呼的这个地方，那种嘛，才是成功的一天嘛。那吸呢？你说武侠是不是很难练？那没有的，人明明在你面前是你做空的，你知道吗？真正还是麻烦要达到完全的什么东西，人是一个影子，像一个衣服一样，人像一个影子一样的空壳的，那个时候是中等水平，而且这个女的关键。